今年是百变天后梅艳芳逝世20周年，作为妹姐超级 fans 的罗启豪，呢日就同一班豪客一起到戏院欣赏妹姐的旧作，仲将收益拨捐关怀力量，同 fans 们一边睇戏一边做善事。启豪仲即场演唱电影主题曲，令一众歌迷勾起昔日回忆啊！回头望一生弯弯曲的路，心里未酸，但也是仍觉暖。曾共他可碰到，兜兜转转追与寻，才明爱心里有让我躺的路。谁在过往同行？我好开心可以在这个川岛芳子罗启豪慈善场嗰度啦，就同我啲粉丝一齐睇川岛芳子梅艳芳呢出咁经典嘅戏啦。头先话上个电梯上嚟咧，一上到嚟即刻哇尖叫啊！我啲粉丝好即系好即系令到我即刻好兴奋，好开心啊！系啊！中年好声音二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，启豪都有欣赏节目，同时以师兄身份为呢班师弟师妹们加油打气啊！好多参赛者都好犀利啊！即系但系我就觉得顏米高啊，或者安雅希啊，佢哋係特別深刻印象啦，可以話係啊，跟住佢哋好雄厚把聲，同埋即係好好有台風係咯。有冇為佢哋都可能即係大家可能打打氣啊？即係可以同佢哋講下。係，我其實對全部參賽者都要打氣，因為其實上得呢個比賽咧，真係一件好難嘅事，亦都係即係要俾啲掌聲你哋嘅，即係我自己都經歷過，所以係知道係一件好難、好有壓力嘅事啦。咁所以你哋做到呢樣嘢係即係恭喜你哋，係啊。而且因為龍庭咧最近亦都開演唱會，係啊係啊，第二次即係打氣啊，可能 send message 鼓勵佢咁樣。係啊，有啊，其實佢有問我去唔去睇嘅，我可惜我今日同埋聽日咧都即係有嘢做，就撞咗期，咁所以唔可以去睇，但係就即係我都喺背後支持佢咯。